晚上好，おやすみ。啊呸！什么我要死没？空班啦。符是什么样子啊，兄弟们？绿色。这到处都是绿色啊！哎，我刚才旁边就有一个，不是吧？你们该不会在拿我寻开心吧？哇，这鱼，该不会在树上面吧？伞上面，哦。草神童，我懂了，叫什么符啊？你们早点说草神童，我不就早就知道了。先拿钟离屁股，钟离屁股到底是什么啊？你们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一天没完，感觉跟不上你们的二次元黑话了？这是什么二次元用语吗？有没有？行，我去摇人去了。或者直播间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哥哥？可以帮人家找一下草神童，草，人满了，哥哥们，完了，这个好像高度不够，兄弟。哇！米哈游，世界第一个游戏公司就是你了，我就，这个风实在太细节了，很难不夸。兄弟，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还能看到剧情吗？好像是有点难。不是，为什么你们都看见了，我没看见啊？谢谢黑麦大姐的龙哥，你又让别人帮忙找，什么让别人帮忙找？别人帮忙找，是我本来想自己找的，他们硬是想看剧情，就一个一个要过来，那我怎么好意思吗？是要下去吗？他们人呢？怎么打个史莱姆这么费劲啊？你们是不是没充钱啊？打个史莱姆，老子空要死了。嗯，这合理吗？干嘛呢？这人在这跳来跳去，你以为你很高吗？他们人呢？我又找不到人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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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歌名在左下角。接招！一起来玩吗？这神力怎么身为最能渡河的人，这神力不会渡河啊？好奇怪！我操，这神力还不等我，有毒！我操，这神力自己还掉下去了，会不会玩游戏啊？人们，这次有回放吗？有的啊！嘿。对不起，发出了不太上得了台面的声音。为什么你们会说这个宝先生中立屁股啊？我没有 get 到这个点，有人能给我讲讲吗？我看出来了，确实像。哇，这打开宝箱岂不是像把中立屁股给割了一样？不是，我发现三个老板已经不管我了，凭什么呀？我花钱，哦，没有花钱，我摇他们来是来干嘛的？太屌了！哎，你们两个，我操！这不能播的，我操！要被招管警告了，太不知廉耻了，好害怕。
けなおもちゃ無邪気なままでまだいたかった旅途中的收获わはいただすれおくばかり剥がれ落ちる大事な記憶帰ろうライフならばあえてありえないことに変うなつおイエロー イエロー イエロー oh, oh, イエ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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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イエロー イエロー 哇这个符你这垃圾挺能藏啊多少了迫不及待了有一点41了兄弟还有9%家人们再撑一会儿だけど今はこっち見ないで傘まで兄弟们我可以过剧情了剩下的我自己搞定たのに辛苦啦啊不是我这么一个文静的人怎么能让我踢别人呢我做不到做不出来我平时都不干那个的算了好我现在重新录制等投稿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好我们现在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把宝箱都找来了我们现在开始过剧情啦我们来啦我顺利通过厨王争霸赛的预选啦恭喜你毕竟是你啊因为香菱是最棒的为什么人家在说话锅巴你们有没有发现锅巴全程都不听我们讲话的这个人好高傲啊真是放下你的身段能不能好好来听我们讲话少了那种临门一脚的感觉哦我知道是不是少了一种劈咖的感觉可锅巴和音乐真有共同点吗像我和派蒙的共同点一样吧我和派蒙的共同点不就是没有共同点吗不你们都会呼吸你怎么知道派蒙不需要呼吸不你怎么知道派蒙需不需要呼吸旅行者你有推荐的人选吗我又想起一个人有一个口味比较清淡的人你知道的杏仁豆腐我们又要去望舒客栈了吗不用哎这么屌的吗不用去望舒客栈就在这里试试看滴滴打消好锅巴我们三个轮流喊还有轮流喊哇这射死了我再试一次香不会吧难道他不肯来可能是你叫所以他才不来香你在吗什么事这么快你叫了我的名字对吗没想到你真的来了答应你的事我会做的赛前做了些菜品想请各种口味的食客尝一尝食客我也算这么帅的吗锅巴震惊请你帮帮香菱萧的意见很重要既然是你的请求好吧哎呀答应就答应嘛干嘛非要提我一嘴味道不错哦那我先回去了谢谢你慢走回见回见你说我们现在再叫他他会出现吗派蒙不能这样我开玩笑的嘛锅
锅巴哭了吗？我真没看到。哎，感觉错过了一个亿。老老老老老，委屈吧，因为肖不理他。哦，所以肖应该是知道锅巴是谁的。评委分为场上评委、OK， 评委两部分、观众评、场上评委共三位，分别是天泉宁光小姐。哇、哦，宁光。玉衡克勤小姐。我操，锅巴怎么还抢镜？噔噔。哇，有模有样的呢。火如雨，妙手厨娘香菱，香菱，香菱，以及他的神秘帮工伙伴，不知道谁，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哎，锅巴，锅巴，而我也将锅巴哭哭，我看到了。开的原则，见证本届决赛。噜噜噜，噜噜噜，锅巴，你干嘛离评委这么近？哇，这东西也太可爱了吧！他的眼神好好笑，好憨呐、啊！香菱，加油！旅行者派蒙，谢谢你们来看我比赛。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做出最好吃的东西。哇，香菱刚说完话，我就变成香菱了，我要怎么办啊？兄弟们，我要干嘛？点燃灶火，灶火是谁啊？这个吗？锅巴，喷火！哎，香菱，你现场做菜，你不能踩到桌子上面去，可恶！我要做什么？美味的水晶虾。嗯、哦，这锅巴，哦，他会歪头看我。为保证公平，比赛期间请不要跟公证员随便。好的，好的，不搭话。期待两位的作品，不知道今年这两位实力过人的选手。会端出怎样的菜品来？气氛真不错呀。锅巴，你在教我做饭？来来来，来来来。请等一等，场上似乎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事件。帮工作为在一旁跳着神秘舞蹈给香菱选手打气的存在，跳着神秘舞蹈。言笑，你没事吧？言笑，呆笑不？因为我就会回忆我老爸。啊，锅巴可爱。来了，来了。那我回忆我老妈好。哦，对，你快去忙吧。锅巴这个表情太好笑了。就还有这位，总之谢谢你们，我这就开工。歪头笑，老。来，老。金丝虾球，这不是贿赂客群吗？这算贿赂客群吗？对不起，气不够了。先跳墙，凉拌薄荷，金丝虾球。金丝虾球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锅巴的表情。喝完浓香醇。乐乐。哇，这么远都能闻到香味，我要疯了。那你疯吧。有幸吃到菜品的各位，请独立判断并投票。我能吃到吗？我能判断吗？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做评委啊？你是谁啊？错过我是他们的损失。冷静点，派蒙。回头我做给你吃。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的冠军是。是。如果是综艺节目，这里就会有那种心跳的那个 BGM。扑通。扑通。赛区的香菱选手以一票之差险胜迪花洲赛区的言笑选手。哎，锅巴在和派蒙打招呼吗？克勤，这个是什么？他是看了一眼金丝虾球吗？我可以吃一口你做的菜吗？我也试一下你做的菜吧。那我呢？那我呢？我都过来了。刚才的菜你们吃到没？没有。明长花，琉璃百合。摘琉璃百合之前是不是要唱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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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这个路线，锅巴又歪头了。锅巴，你等着我。得得得。对了，旅行者也一起来，现在就要挑战我们了嘛。趁这次机会，我也交代，我也交代了吧。我要交代什么？其实，我也是隐藏的厨神呢。这附近有锅吗？没有。我是不是要传去香菱家一趟？赛场有锅、哦。原来如此。你们懂什么？不在香菱家做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是客勤拜托香菱做的东西，所以我们选择在香菱家做，是有我们自己的考虑的，懂吗？嗯，老爸教过我这道菜的做法啊。这道菜不是客勤从他爷爷笔记上看来的吗？难道香菱的老爸是客勤的爷爷？这关系也太乱了吧。来来来来来来，遇到过吧？能，能。谢谢小吉祥草龙。哦，这锅巴爆开了。锅巴是在欣赏自己的雕像吗？啊，这不是锅巴吗？来来，老头，锅巴眼睛都瞪大了。锅巴就是你们要找的灶神，炉灶之魔神。哇！好意料之外的发展，完全想象不到呢。锅巴竟然就是灶神，哇！来来来来，看见自己全盛时期的神像，感觉如何？全盛时期原来锅巴长这个样子吗？还是那么威风凛凛啊！啊，这平姥姥你严重了，以后会不会出一个六星的香菱？六星的香菱召唤出来的锅巴就是全盛时期的锅巴。他是最最亲近人的仙人。妈耶，锅巴，我的好兄弟！炉灶之魔神马克修斯诞生于石块碰撞击出的火星。他司掌炉火与名声，是一位喜爱人类的魔神，化出分身潜入千家万户，帮着生活做饭，助人团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兄弟。一场洪灾夺去了家园，大水毁灭了龟梨集，居民被迫南下，迁回璃月港。锅巴，我的超人。虽不很远，哦，这个好帅，这个是甘雨吗？却有狂风骤雨，好帅啊，这个兄弟。仙人护送民众走了十多天，期间灶神制作出一种古老的美食，他将带来幸福的菜式与炉火的奥妙告知帝君与我。哦哦哦，他脚还踏了一下，自己去往山林，久久的睡去。哦，灶神此行此事，神他妈老干妈，锅巴便诞生了。醒来那日，他吃到黄衣女孩做的腊肉窝窝头，虽记不得往事，仍被打动了。你看他眨眼睛，决意要跟着这个女孩。别说了，我爱璃月，璃月是我家。风雨游住，山海同欢。是成天地之佑、哦、好看呢。西夷斗转，沧海桑田，甘雨声音好好听。烟火人间依旧，双马尾胡桃。哦啊，云锦，空宝，金谷诸事，激荡中流，同途待看新秀。好 try， 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他也记不得了。来，那我也喜欢香菱做的菜哦。我觉得这时候空宝，直男空宝就会，我也喜欢香菱做的菜哦。这来来来，哦，谁来了？谁来了？谁来了？让我猜猜，甘雨也不对，钟离，钟离肯定是钟离。空宝。
那是亚巴利帝君，你怎么才来啊？我们都痛完了。那是你啊，是你啊！哇，帝君最后出场真的是太压轴了，压轴了，老友。来来来，可爱。旅行者，逐月一词，你认为如何？意境甚美，时节又佳，牛逼啊，帝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哎，皆在其中。此情此景，犹如天星照我。国宝，万明堂的菜品都很不错。哎，坤宝，你不要站在两个人中间好不好？有没有礼貌啊？哎，你让开一下。算了，就打卡照吧。旅游景点打卡照。嘿，今天播了好久，耳机戴得我耳朵疼。那么，要么我们今天秀先到这吧，我要去休息一下了。啊，好困，好困，累累。做你的彩虹，大家国庆快乐，拜拜。11:30，今天的逐月节剧情，孩子很喜欢，拜拜。